空调装好了没有？还没有呢。直接吧，咋回事？哎呀，客观插头还没有装好呀，再等几天吧。得赶紧给客观插头装好了。好。要不那三台空调都装不了呀。三台空调啊？啊，你不还买三台空调呀？昨天送来了一台大空调。不是还有两台小空调吗？没有啊，就一台大空调。直接吧，这咋回事？哎呀，还有一台空调啊，今都送来。那还有一台的？还有一台，过几天也会送来。为啥不一起送来？这叫咋说啊？你是不是不舍得？我咋不舍得？那是咋回事？还没有选好呀。你不是说得买好一点的吗？我得多去看看，对不对？这还差不多，多。再买好一点，妈给你们买空调电视。妈，今天我和子琪来就是和你说的，不用买电视了，你就买了一台空调了，可以了。对，妈，你先听我说，前几天我爸妈也帮我们了。对，你爸妈帮你们，那俺们也得帮你们呀。不用了，你爸妈帮你们可多回呀，这我知道，也不能一回也不叫你们帮忙吧。倒是嘛，你们困难，俺们不能看着不帮呀，对不对？对，妈以前还劝你，你们别担心。再说，我现在也好呀，还能出去干点活呀，也能存点。你们放心吧，妈多多对你们可不好呀。妈，很好了。哎呀，都高兴你们。多，要是刚才你妈说的对呀，俺们以前很亲人的，说起来我都想流泪呀。帮你们的都是我的工资呀，你妈存的还没有拿出一点呀。不过我以前积蓄足够帮你们。子杰吧，你啥意思？哎呀，我意思是不叫多跟自己担心咱们呀。多，你们别担心，俺们村里还有了。刚才是开玩笑嘛，不过我村里真是足够帮你们。妈，我和多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前几天爸妈帮我们好多了。多爸，确实是，我真是没有啥说的。多爸妈对你是真好呀。是啊。哎呀，你们别多多心里不得劲。子琪，多，你们啥时候有空？怎么了？去选电视呀。你都不会自己去？我眼光不中呀。都是呀，我咋给这事忘了？多，有空咱一起去选电视。那我嘞？你少说几句话都中啊。多，你看出来没有？啥？我可高兴呀。我能帮你们一点呀，多少年呀，我总算帮你们一点呀，我可高兴呀。我也可高兴呀。你高兴啥？我说给多家买空调啊，都说快两年了，现在我说好算好呀，我咋能不高兴？子琪，是不是还没有买沙发？都选好了，过几天就送来了。哦，对啊，窗帘还没有装呀。是。等家具家电都置办好了，得赶紧装楼梯扶手呀。好。